听说王俊凯代言的奶茶出自热火锅了，网红零食试吃之奶茶自热小火锅，完全是走在时尚尖端最尖最尖的货了。29.9块买的一盒，你说它尖不尖？29.9块买一盒饭，它不香吗？那你还买？打开，好像羊屎豆豆。这个薏仁真的不是纳豆吗？黏糊糊的。然后放入茶包，加水。Later。开锅。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对劲？最后一样放进去，料还是挺多的，就是看起来比我想象中丑多了。白嚼碎了，姊妹们，完全就是一个脂肪碎呀！这东西它不是拿开水一冲它就好了吗？能看味道怎么样吧？味道就是普通的奶茶，这还是可以吃一吃的，姊妹们。来口牛骨，牛骨，牛骨还没熟。点赞，点赞，点赞，点不点？